就是建国观音，当时相传的话，蓝造的。观音殿两边是南北罗汉堂，供奉五百罗汉。大雄宝殿正中供奉华严三圣及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前方释迦十二尊者和阿难尊者。大雄宝殿的右边是高僧殿，又称国王殿，里面供奉的是大理国时期在崇圣寺出家的九位国王。大雄宝殿的左边是祖师殿，供奉禅宗六祖达摩、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和慧能。由此可看出大理对佛教宗派的多元包容性。